斑秃分为局部斑秃和全秃，从开始的发根松动，头发质量下降，毛囊萎缩，发展为大面积或全秃，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。我们推荐一个治疗斑秃的食疗方案，有小米、花生、燕麦、红小豆、紫米、糙米、芝麻、芸豆、榛子、腰果、桂圆、桑葚、甜瓜肉、大枣、大麦各五克，绿豆一克。此方案根据个人食量按比例增减。